สติมก่อน大概来的。你是个。咋？你那个名字？咋？你中华人吗？俺那婆婆个名字。爷啊。我叫张军，是健康扶贫行动云南代表处的代表。我所工作的地方呢是金三角，当地的传染病比较多，比如说疟疾啊、登革热啊。 由于长期民族的矛盾，过去60年，从传染病控制来讲，一个空白。他是用多生来抗拒死亡，来让孩子长大。我们在这样一个政府难以到达、政府基本上没有覆盖这个区域去开展卫生援助工作，一干就是20多年，到现在。 2007年的时候，通过全球经济这种新的跨境的合作模式，进入到缅北金三角去做这个，去帮助当地来控制降低疟疾的发病。消除疟疾，这实际上是全球目标，但是国别之间有很大的差异。缅甸是2030年消除疟疾，中国是2020年消除疟疾，今年，但是。 大家去想，我们不是在一个孤岛上，我们有漫长的边境，我们跟缅甸有2000公里的边境，边民互市、跨境通婚，是日常发生的事情。中国政府和缅甸中央政府之间，我们在我们积极的倡导跟撮合下，坐下来研究边境的共同的问题是什么，建立起这样一种信任。 这是我们共同应对的一个传染病，是个区域性的，所以我们当时就把云南和三邦跟克钦邦缅甸吧看成一个 zone 一个区，就一个区一个政策，它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创新，就是从传染病控制来讲，已经打破了什么国界的界限。 中国在控制疟疾过程中，我们国家的这个专家和技术人员呢，总结出一套规律来。行之有效规律是依托于我们现在的传染病防控的系统，啊，发现病人要怎么样，什么时候要去干预，什么时候要治疗，什么时候要报告。所以他们把中国的1137呢，就写到了他们缅甸国家卫生发展规划。还有就是我们中国的产品，物美价廉，质量也好。包括我们在全球基金用了大量的。 文章，我们10多年发了124万顶文章，在我们这个区域覆盖62万人。这些文章大部分都是什么呢？国际招标，全球国际招标以后呢，实际上在中国生产。所以这一块也是，啊，中国在疟疾方面、疟疾防控方面对国际上的一个贡献嘛。那通过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合作，实际上现在回过头来想，是非常成功的。 而且我们把疟疾的这个带从率，我再给你讲，带从率13.6到0.18，在这样短的个时间内，把它压下来了。而且输入性的病例，08年的时候，云南每年大概是3800例，19年的时候188例，已经输入性疟疾就越来越少。我在这个区域工作了已经将近30年了，应该说对我来说这是。 一生的一个事业了，人也只有一个30年，而且是最好的年龄段，我是在缅北度过的，所以对这片土地，对这里的人民，老实说非常有感情，所以我也是希望，我们也很愿意能够持续的在这个区域能够跟老百姓一起抗击疫情。我是张军，我是目标守卫者。